深 V 露背，高叉露腿。为了宣传纪念自己入行20周年的幕后年代演唱会，莫文蔚可是不遗余力，这样将性感进行到底，老公不会吃醋吗？我在舞台上面的那些表演的方式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来得很自然啊，所以可能衣服一定要得让我能脱的。我老公应该还是挺那个，就是大方的。